事帮你搞定，俗女家务事。因为花99块的时候，你就会花399。买个游戏的点数。我最凶的就是，当你花到七位数的时候。七位数，这太离谱了吧！399就跟你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10年到14年，最容易成功。12年，我十一耶。我也是心里就想说。好啊，你就不要等我小孩长大，你看我还要不要继续忍你？我是大概在第10年的时候，以后会觉得哦，对，好像可以哦。今天来讲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婚姻的话题。最近讲到婚姻话题，都好紧张，好紧张。讲一下，一般来讲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好像越早结婚的人才会越容易离婚。但事实上，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学者，他就研究发现，其实不是，哎，是越晚婚的人离婚几率越高，是不是很颠覆？真的，他是用32岁的基础来算哦。如果呢是年轻一岁结婚的话呢，离婚几率就降低了11%。如果你往上加，譬如33岁结婚，每增加一岁的话，你的离婚几率呢就增加了5%。还好我是在30岁结的，哇，那这样的话我就有降低，那你降低，对，降低22%。对，那我刚好32，所以我也很安全 ，safe safe。对，但是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做依据哦，其实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，他说其实呢婚礼花多少钱也关系到离婚几率。如果说呢你的婚礼啊只有花1000美元，也就是说差不多3万多一点的台币的话。那离婚率相对来讲还比较低。那如果你的婚礼费用就是超过2万美金，也就差不多60多万台币的话，那你的离婚几率会提高1.6倍。所以，我花100多万。男生应该舍不得离，不过真的演艺圈好像蛮多花不少的。哦，现在是蛮紧张的，蛮紧张。那我那个哦，一什么千万的婚礼哦，对。所以啊，其实呢，这个离婚啊，其实真的是层层关卡，到底有哪些会卡关的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阶段就是新婚期。对，新婚期呢，其实就像刚佩恩讲的，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，哎，刚结婚啊，有很多事情可能要磨合啊，所以就真的很容易吵到离婚。我们来根据怡真的经验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其实真的是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，他是跟老公就是才认识，可能才3个月，可是就闪婚。对，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怀孕了，先有不得不结婚。那但是呢，因为两个人分隔两地，那分隔两地，老公就会希望说，哎，你既然嫁来，我们就是嫁进来了，那你就搬过来跟我们住嘛。而且因为怀孕有很多的不方便，我们大家好好的来照顾你嘛。嗯，那我这当事人呢，也都乖乖的搬进去了，就住进婆家。哦，住进婆家以后呢，没想到，哎，他发现老公是独生子，而且整个家里的关注跟关爱都在老公的身上。再来，婆婆非常的听公公的话，在家里所有就是没有奴隶，奴隶就是婆婆，就是所有的大大小小事都是婆婆包办。然后呢，公公叫她做什么，她就去做。那她这样嫁进去不是很幸福吗？她嫁进去一开始她觉得很幸福啊，但是呢，久而久之她发现老公希望他要接棒奴隶婆婆的样子，衔接那个角色，其实也是有样学样啊。他觉得他印象中的老婆应该就是要像他妈妈这样子，对。所以呢，他就会觉得压力就大。天哪，我是不是变？我是嫁进来变成生殖机器，然后变奴隶吗？怎么好像我什么事你都要我做，然后就是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这样子？那他就觉得已经很不能忍受了，一直到。她发现她老公自己登录到她的那个脸书私人账号，那这样就算了，把她的一些男性的友人全部删掉。哇，那就好绝哦！哇，那这样删掉不是就会被发现，不是就要吵架了吗？对啊，她就是不怕她发现才要吵啊，好可怕。对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是发生什么事了，那她老公就说没有啊，你现在嫁进我们家，你跟那些男性友人干嘛这样哥哥底这样子，就还觉得很理所当然，反正就。他就觉得他是一个物品被支配，所以他就受不了。不到半年，他就要诉请离婚。可是呢，因为诉请离婚，因为会有一个调解的程序。结果这个老公提出来，他说他要赡养费。他要赡养费。男生要赡
赡养费，因为是你要离婚的，又不是我要离婚的，那赡养费是为什么？哎，很正当哦。因为呢，当初聘金、婚宴、饼钱啊，还有你这段期间住婆家一个月，比照那个月租大概两三万块，要要回来，他都要。那我也要算一下，我怀孕一天，你找代理孕母一胎多少钱？对，然后我每天的营养补充，对，又提升尿谁负责？真的。这个案子也是后来经过了很大的努力，然后用调解方式把他们谈掉，就是让他们顺顺利利离婚。但是我当事人就说，真的，他真的没想到这个新婚，然后一下子不到半年就搞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淑宇，你是不是也算是年轻？嗯，我算是蛮年轻结婚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一结婚，然后就住进婆婆家，然后我就觉得完了，就一进去我就发现不对，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很欢乐。就是可以在客厅，你是说他们不欢乐？你是在挑衅吗？我们都听得出来。换个说法，我们家比较松。你说我们家是娘家是松的？你不要，你不要换个说法。你记得节目播出的时候带婆婆出去吃饭。不要这样，就是我们家比较松，我们是可以就是坐在客厅，然后看电视、吃咸酥鸡，就是可以大家笑成一团。都是这样啊，大部分是这样。但是我一住到我婆婆家，说发现他们家。坐在客厅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看电视啊。然后好笑的地方，我要笑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没有人笑，然后我就可以笑出来。对，也不能吃咸酥鸡吗？他们家是吃的很健康，然后我就咸酥鸡不可能。然后我最爱的奶茶没有，然后甚至是因为我很重视那种早餐，你知道早餐一起来一定要吃那种美味的早餐，早餐店中经过就很香。但是我婆婆觉得早餐店是一个很不健康。所以不能吃。那他们早餐吃什么？就是都自己煮，对，自己用一些凉拌沙拉，然后五谷面包。然后我真的是不行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可以再忍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小孩以后会有新的一个难题，对，所以我生了小孩，我一定要搬出去。然后我老公就说，家里这么大，你为什么要搬出去？我就想说，完了，我的后半辈子，就是这样。已经开始想说完了，我就跟我老公坚持。那刚开始老公非常不能理解，他就因为他在家没差，对，他没有压力，他没有压力，对啊，对，他就说你就尽量吃啊，你要喝什么你就喝啊。他不懂我们的，不懂我们的，不懂我们的。女生要顾虑的确实会比较多。然后我到后来是有一天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不管，我现在就是要去大吃早餐店，我一早起床我就要冲去早餐店吃。好累，因为忍不住了，因为想再压抑了。这个习惯已经是培养二十几年了，你一气之间要我改变，真的是。那你可以买回来，就是买这样一整排的，就是早餐，然后就在你婆面前。我不吃也没有必要挑衅这样，没有就让他知道我想吃的决心，会不会这以后就不用再讨论了？所以你跟日中说好好的决心。但我觉得我老公可能也因为我那一次就是有点像，他就真的看到我在早餐店狂吃，我说这你干什么好吃？现在是这样。对，就是我讲崩溃，我就说你以后不给我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这样走下去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到后面一定会走到离婚的。所以为了一个早餐，就对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借由一个早餐的这个话题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。就是、但其实这个讲起来就是两个成长背景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其实他解决方式就真的到最后，老公就慢慢理解，他就说好了好了，那不然真的就是有了小孩以后，我们变成另外一个，虽然就是妈妈爸爸还是可以常常回去就跟他们吃饭，但是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起码有个放松。那果真如果一搬出去以后，这些问题就都没有，而且反而跟工作的关系会变更好。没错，就是我常讲，就是真的距离会产生美感。所以嘉文，你那时候结婚也是住到老公？对，我就在结婚前就说，哎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要跟婆婆住吗？我老公说当然不要啊，谁结婚就要跟婆婆住？对呀，好开明哦，有三合一，帅有没有帅？立刻就觉得应该要嫁给他，对不对？可以嫁。所以我们2014年就登记了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登记之后才准备要开始准备婚礼嘛，对，然后那是不是登记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找房子？那我老公说啊，反正你现在住的地方刚好租约到了，不然他的意思说，因为找房子没那么快，对，他说不然你先搬去我家住，那我们就边找，哎，我觉得合理，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讲好说要找一个在婆家附近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很合理。他说你先熟悉一下那附近的环境啊，因为看一下房子，太可怕了。
怎么？因为呢，因为我老公呢，因为我很少在谈恋爱的时候去我老公家，嗯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家里是什么样子。一打开他家门之后，他就是小霸王哦，他就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他没有意识的，他突然就会变这样，习惯，所以自己不知道。他一回到那个环境，他就习惯性哦。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记得我第一天搬很多东西去他们家，对的时候，我们家没有人，我婆婆也不在，嗯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哇，这家人怎么这么特别？就是说，好歹我也算是一个客人嘛，就是媳妇要搬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先回避哦。那个是什么？不是吗？因为我想象中的不是应该打开门就会有温馨的灯光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欢迎你哦，来啊，晚上一起吃饭什么？打开门之后很冷清，没有人。哎，啊，只有我们自己在搬东西，我就默默就跟我老公把东西搬进房间。那我就想说啊，可能是我婆婆想给我们点空间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接下来我老公不是就应该开始跟我介绍环境吗？正常来讲，我老公应该会导览一下，比如说洗衣机啊、厨房啊，你说要什么的？没有，我老公很帅气的说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他就说你自己搞定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自己家，而且他完全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然后我当下有点觉得，因为他不会介绍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介绍过。对，他就坐这里，他不是房长。不是，而且重点是，而且后来我跟你说，一直到了晚上，我婆婆回来之后，我们开始聊，我才懂为什么我老公都不会介绍。因为我老公什么事都会说，妈，你那个等下帮我弄一下。啊，妈，那个什么，你帮我弄一下。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解决你所有的家务事，跟上潮流社会事，满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，还有时尚这档事，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俗女家务事，赶快来订阅。